谁？那摄影机在录你。我要工作啦。嗨嗨，他停车停到了租人街这边，好像是有点熟悉的地方。耿宇这边是哪里？篮协，篮协吗？很多体育署，你有来过这里？有啊。那时候干嘛？选秀。选秀？对啊。那时候结果如何？落选。当下比较难过。嗯，对。那你现在觉得？现在还好。OK， 好吧，走吧。以将近二十分的分数输给了国体之后啊，我在的水准一定要提得更高，对，没有办法。前面的快攻做这种下手的传球，而隐蔽性很高，对方也没有预期到说有可能会这样出来。台体场下辛苦的一个进攻篮板球，而张根玉面对班霸的公主，还是没有改变他投篮。起脚传球，超球在空中。转正之后，这三线的快攻，第一时间阿雷又拖车在篮底下，没有进，前面回防的很快。张根玉，张根玉接球，刚才才跑了十秒而已，对，太快了。对，张根玉这个时候，做集体，打到做回来，做一个旋转步，现在。Lucky Seven 这个数字好像还不错，就选七号。那怎么会有去梦想家的机会？麦克哥推荐。没想到这样子，你选秀有落选吗？对吧？那可是你还是跟他们练，他们有跟你说什么？就是选秀那一天落选之后，然后原本想说要先回去休息一下，然后是他们叫我留下来跟着他们一起练。然后说会去带我去打其他比赛，然后再看我打得怎么样，然后再做决定。大陆的那个比赛，对 ，CBA 的他们夏季联赛，有一场拿十七分，然后有一场拿十分啊，好像是有点忘记了。然后就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明明自己努力很多，然后奇怪怎么还是选不上，然后仔细想想，然后自己才觉得说，哦，原来自己还输人家很多。就你知道有这个机会，然后你到那边的时候，有什么样的想法、心态？到那边有什么想法？就觉得一定要比那时候在打新建球的时候更努力，然后更有企图心。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对，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，所以就
每次练球都很认真，就是一定要比平常更认真。跟你在过去在打新的时候，一开始训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我第一次去打新练球的时候，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经历过像这种比较专业的训练，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被震撼到，他说怎么每个人都那么高又那么高。之后到梦想家练球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一去练球的时候，三个洋将就都已经来了，然后那时候对位到的就是那个米勒，然后就是想说哇，怎么这么强，根本就打不赢，然后就是整个完全是被震撼教育，然后不然就是跟我同位置也是 Kenny 或者是其他人，遇到全部都是洋将，然后那个就会觉得说哇，强度怎么差那么多，又更强。看到石英哥还有磊哥练歌，然后我就当下就真的是傻掉了，就那些人不是从电视上以前在电视上才能看到他们打球的，突然就跟他们同一队。还跟他们一起打球，这样。我们第一次客场就是三连战，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去新加坡，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跟梦想家这样搭飞机，等飞机的时间差不多是快半天吧。一刚开始蛮新鲜。哪一个客场让你印象深刻？印尼那一场，因为那个球场基本上就是一个溜冰场，因为它那个当地的气候是大反潮，整个就是地板。都一直渗那种小水滴出来，然后永远怎么拖都是滑的，然后所以那天大家在打球就像在溜冰一样。蛮强大，就是教练那时候就叫我上去，那时候就突然有点吓一跳，想说教练怎么会叫我上去？然后后面真正换上去，我想说啊算了，那就不要想了，那就打就好了。才发现说哦，越打，然后又比较进入状况，然后又把握住几个得分的球。那你自己有觉得地板滑吗？真的很滑，真的很滑。但是我那时候，对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地板滑是一回事，可是如果我怕它地板滑，那我打不好，那我不就以后也都没机会上去打？对，那时候就是抱持着这个心态，就是我每次要上去的时候。念歌啊，还有其他学长，他们都会跟我说：“你上去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就是球来是你的机会就要投，不是你的机会就不要勉强出手，然后该做好防守就做好防守，该传球就传球，不要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东西。”然后就听到他们这样讲，然后每次要上去都会先想想哦，他们讲这个是蛮有道理的，然后都会想哦。我这样上去，不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就做自己比较擅长的事情。那你在投篮上面，你有做什么准备？我每次要练球前，我都会因为年纪比较小，我都要提早到球场，然后想说整理完场地之后，我都会开始就是投篮，然后就一直投，然后投到快练球前，然后差不多再去拖地，然后练完球再投个50颗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每天都这样投。身上有没有什么比较白烂的事情，比较好笑的事情，让你觉得很自在？就是 Kenny 啊，跟那个伟人他们就是有时候走在你旁边，然后会突然打你的头一下，打你的后脑勺一下，然后打很用力，然后又问你 why， 然后我想说，现在到底是这样？你打我头，你还问我这个，然后我想后面想一想，他们好像美国人都这样子，他们有时候在要休息室要绑脚的时候，绑脚，戴耳机，然后都很大声的在唱饶舌歌，然后因为我像我第一次跟杨绛这样相处，就会吓到，不是一个，是三个同时这样戴耳机，然后自己在那边大唱歌，然后我想说哇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也可以啊，对，可以唱完同。对，他们唱的是三个人都唱不同首，然后就很乱，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到底要听谁的？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。